嘞。请去、啊、小姐，多谢张氏相救，不妨事、小姐喜剧相逢，心生一场，女儿的心事，莫名而惶惶，莫名而惶惶啊。相逢，没事了。
宝玉定当总计酬谢。区区小事不足挂齿，小姐在下告辞。张氏请留步。小姐何事？张氏今日与我有救命之恩，然而我实不知恩人姓名，岂不无礼？小姐都礼了，在下许平贵，家子长安承暖。有道是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为谢薛长史救命之恩，薛长史这绣球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要是喜欢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要把绣球，我得送给你。哼！哎呀，小姐。诚意在下，也在。薛长史，这正绣球嘛，他要有一个女色。女色，还要有神见证。还要有神见证。小小一只绣球，还要有女色，有见证嘛？一个字。
会完的。哎呀，徐斌你，哎，长得像赖蛤蟆似的，好欢喜不起，哎，去，哎，与我们在，还与你们什么猜？嘿，自曾经约过，该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是强求，不来的。是什么约？去，靠边站，靠边站。三小姐来了。我与你们都说为我，快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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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谁在叫我？谢长师来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谢长师，原来是那位小姐呀！曾经起诉。我的舅舅抛弃了陈暖平和西平贵，西平老爷，三小姐和新姑爷为夫了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是三小姐和那个穷汉西平贵为夫了。明孝姬后当更衣，西平贵前堂见我。是，管家后堂去散不两年自来。是。见过相爷，你就是西平贵，正是。这里有三不两银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与相府毫无瓜葛。相爷，莫非你是要悔婚？悔婚？
气色太深。今日又不拿财产，随之万里娘生还，再想去空去平安，再想去个归还命，我劝我将身下还。我且缺乏酒，来呀，才与我红了出去死免了。回去恰是为何？把窗儿拉，这上弟弟是何生呢？七品贵族是太荒唐，分明应是富来穷郎，今富来哪休穷？坐上四方，他脸色却不作，像不虚郎。雪郎，他真是不假。他完事。完事什么？区区你那碰碰肠，对对相逢。姑娘，好你个薛平贵，真正岂有此理！不得呀，再要悔婚，无需闲来。定是弟弟言他病重，此去悔婚，怕我离了。管家，与我备酒。儿郎，吾儿欲往何处？糟蹋算账。吾儿，吾儿毫无土呀。薛平贵借财悔婚，以上相府颜面丢尽，此今再去城暖里了，岂不借私人留下小病？以无情之间，就这样算了。算了。弟弟，你生得这口气，不生又能是何？不过。一回无可，这倒是一起好事。好事。
来他虽见女儿本意不言明，再早悔婚岂不了一笑千年。想我当当相夫千金，岂可随此大锁？他要结彩便来结彩，他要悔婚便来悔婚，岂可由得了他？宝钏儿啦，且听为父言色。弟弟不必多言，待我先去找他。宝钏，这个这哪个？弟弟为我吞吞吐吐。怕是为父为了女儿悔婚才信。是弟弟悔婚？是为父悔婚。既是弟弟悔婚，应我试试秉规。弟弟悔婚，将是报错与何提？弟弟悔婚，岂不让世人骂女儿不随信用，欺兵爱夫吗？女弟子都是为了你好。哇，女儿既作泡菜造序，岂可言而不信？女儿的意思是，既算是薛平贵借了菜据，女儿便顺利成婚，与他结为夫妻。女儿，你不要糊涂啊！女孩心里明白得很，既说明白，那就提前咱们去死。菜具泡菜，有失父帅，岂可随为？野草地上长，你是水仙盆中香。什么野草地上长，什么水仙盆中香。薛平贵总是当茶在山上，要发几次非是怎么东山我平娘。当真女儿心上，红枫叶马是他乡。相遇不相都一样，要嫁平贵是好香。弟弟，女孩一定要嫁。我真的要嫁。真的要嫁。其实我还真要嫁去穷苦，与我先团结妇女，自去老爷。弟弟竟说出如此狠心的话来，为人话一切可，就不为谁，你啥委屈不平啊？啥不委屈，为不平呀？便要怎样？接到为死，贼不枉然，老爷。
个罗子，难道这杨恨心？不是弟弟恨心，是弟弟丢不起身啊！想我当当相夫千金，八家军千家相，到头来情郎为穷婚之妻，弟弟我岂能甘心？想来弟弟都是为了女儿的好，可是女儿中意的那是生不是门的，女儿是不为弟弟结账的。那就听弟弟的话，退婚，退婚，花退婚。一个连妻子都养不起的穷货，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？当当相父，岂可言而无信？好，既算是此，你我结账。老爷，妇女情同。走出这个家门，就永远不要回来。老爷，弟弟细心挖出去，好似万千寸我心啊。去
态，颜面难存，啥是这场妇女情断，骨瘦嶙峋。好弟弟，你先答应了吧。弟弟，不，不放心，女儿也能回头。我儿听了，只要走出相府，是非结账为止。我接张铁棍，弟弟不要，你好儿太伤人。来，接张，接张，去张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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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张。小弟，但是你往哪里走？来当拜别老母亲。你母亲大病初愈，你要气死他吗？
穿谁苦寒，劝其回复白老还民的好样等父还。你本相府亲近女子，谁苦求其存，倘在我三年都会转，你领着高门领家you
家范小姐离家别院已夜色散在，老爷他再不言语，恰似让哀声叹气。父女二人虽为了一桩婚事形同陌路，十三年来未见一面。是去年老爷被招的免官之后，心情就一直不好，这身体也是一天不是一天。今天大年三十，家中凄凄凉凉，这才终于放下身段，只要来劝小姐回府。喏，老爷来了。
起风信一路，为何不趁饺子非待自己不易？日间草草一错也，老夫今日情思来困女儿，不也是怕生困境？老爷官多罢了，这面子万事拉不下。啊，老爷，你宽这家下慢慢走。玲珑，还没到吗？啊，老爷不远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哦，最快些，最快一些。哎，来了，三小弟，你看那边是谁？弟弟，见弟弟，风雪是从门前窜，一腔怨恨。丞相是一个父亲来看女儿，不思量，不思量，不思量，好。弟弟，外面风大，快请食药。
这些绣具，雪浪里去的年，女儿绣一只绣具，如今已经绣了13只，看着他们，女儿就有希望。你难道还相信雪平贵会回来吗？相信，相信。西凉尊者已接受10年，雪平贵至今未还。他煞非钻石沙场，也早给这西凉成家了。当初你要是听弟弟的话，哪为了得这盘光景？弟弟，这弟弟为父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在你受尽苦难，为的是夫妻团圆。他煞钻石才变冠而为。为等相祷告把文案，他则枉在生死间，而今心他为八家还，都不信他发心病。愿为真情等一生不怨啊！你这个粗重，你叫弟弟说你什么好？弟弟什么也不必说，你能亲自来看女儿，女儿一说心满意足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叫你娘来劝你，你不会。叫你两个姐姐来劝你，你万死不悔。到时间回不了，弟弟亲自来劝你，你生存不悔。
了一个薛平贵，要上天前家的死吗？
留这三小姐，我与我的这只皮包，都放在他的腰间。妻子要悄悄地发，不要让三小姐困到。老爷，天寒地冻，你的身体。天寒地冻，难道你曾随他冻死？我死吗？老爷，老爷。Thank you.
怎么不采花呀？听闻观草子他穿青灯彩呀，是福啊金。走来呀，想请你们送玉帝的。玲珑，我正要找你。宽，我今日采得一篮观草，弟弟可得里哎？你说说哪位偶遇他？呵，小姐，玲珑，你为我生串小不？小姐，老爷四大洞天，咸泪吞药，委屈很受，一病不起。再说言一句呀，从今年埋不知老身家他一杀生生我杀之前天塌地陷，与弟弟永隔中天，与弟弟非见一面，再不今日方才报丧，老爷临终昏死，闭眼之事不必告诉小姐。为何？老爷，我不是和你赌这气吗？黑三天见你报丧，你这为家本丧，求不必再为还阳，这万要为子还阳，这不必为家本丧了。
想，女儿不该十三年不为相夫，生前不能为弟弟，断岁未晚，死而葬地，死而万不能另当祭奠，无咎可观。女儿，这是落下了妇女不孝的千古骂名。到如今阴阳相隔，女儿思相见也见不着，滴滴了啊！弟弟。亲笔不见买酒，绣上女儿一岁的酒，请弟弟三杯。
头一次雪狼分别自己，待我将第十八只绣球高挂起来。回来了。
去了福安。三八年了，你算苦了，我要是苦心不愿，心中总有我流落秋江，夜半夜夜滂沱银河天，一院中秋又明尽，多岁还要等不完，宝钏我每年一折。绣球花好似雪浪彩色啊变，十八年绣球曾经看，十八年孤苦又九年，十八年历尽相扶远，十八年牙为无上殿，十八年女子去老街，十八年上锁两鬓斑，十八年十月苦死盼啊，十八年熬累永王富贵，公子在哪里？来了。每天包存几斤，亏娘子更衣。娘子，此乃西凉公子退赞，也是为父我的。这个，只因为父都是边关。一十八载，一十八载，哪个？嘿，什么这个哪个的？用你们欢声的话讲，就是儿嘛，姐姐乃是原配夫人，我妈就是儿房，奶奶驸马。满是头发，不要死！哎，至于什么的？啊，对了，姐姐一路走来，听说了不少关于姐姐的事情。据说姐姐这十八年把方圆几十里的野菜都挖完了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姐姐你太厉害！
转他。我都明白了。娘子，雪郎，你夸我美吗？美。老了吗？罢了。分明是老了。老了，娘子，一年等两年盼，三年四年泪潸潸，五年六年望断暖。在窑外等候，
回来了。我断绝了，可惜，可。要等到那一天吗？不过也得，要是想要你们，18年前我不早就穿在身上了。18年前我不早就拥有了吗？真爱，真爱，红颜。
长团，不为他的心吊胆，泪流光，不为他金色的草心不王宝穿了恰马曾思见去一丝心愿
为父今日要与你重庆红尘，也在前上惊乱地。宝春姐姐，你快开开门，悲壮与你同心之意。随之